在家腰包里呢有一个非常精美的手账本，一个行李卡牌，这个发圈也是定制的，两块定胜膏，那也是希望志愿者在服务期间及时的能够补充能量，更好的去投入赛会服务。我最喜欢发的那一盒茶。你平时喜欢喝茶吗？喜欢喜欢，有那个小罐的，里边是茶粉，也有那种条状的，还是挺多样的，蛮惊喜的。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本子，可以记录自己的日常生活了嘛？你就不一定会用文字来写，我可以用画来记录下来。看到这个画，我就会联想到我今天干了些什么事情。然后就会感觉今天过得也很充实。这次看到加油包里面定胜膏非常的惊喜，一面是非常感动于老师为我们的良苦用心，另一面也是定胜的字样为我们初中的小星河加油打气。说实话不舍得吃，因为非常的精致小巧，就留在那里想做一个纪念意义。小星河们希望他们能够圆满的完成这一次亚运赛会的志愿服务，一定能够在这个亚运的赛会志愿服务当中大获全胜，收获满满。